臣参见母后皇太后，圣母皇太后。能够在死之前见六爷，我也已经心满意足。太后，六爷叫我玉来，臣不敢。你这人就这样，什么都不敢。荒野那天你救了我，你只要再拿出点勇气来，我已经是你的人。你是？我叫玉兰，姓惠。我是恭亲王奕欣，当今皇上的六弟。我立刻派人去府上向你爹提亲，我想你爹不会拒绝的。我已经被选上进宫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所有好的都是他的？你怎么了？今天的事千万不要跟人说，不然入宫之后你很难做人。我跟你说的话一定要记住。既然进宫做了贵人，就一定要得到皇上的欢心，不然的话就等于死了。记住，这是你的命，有事的话拿这块玉见我。六王爷，这是圣母皇太后让我交给您的。这块玉交给恭亲王，要他在大殓之前一定得赶来。龙跃神州，一见光寒，驱逐良奴，逐逆党。凤仪天下，两宫权重，空虚幼主，敬朝纲。洋人已经杀红了眼，你不怕？奕欣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我只恨自己得不到父皇的宠爱。若然国家社稷能够交在我的手中，奕欣断然不会任人摆布。在皇宫里，就像在战场上一样，不是你杀人就是人杀人，你根本都需要生存下去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你就必须把别人的尸体踩在自己的脚下面。就算今晚上我们两个被杀了，也是轰轰烈烈的事。亲王，我们都做过自己想做的事。母后皇太后是不是你杀的？我已经带皇上下了一道谕旨，贵妃接旨了。你革我议政王职位，满朝文武。哼，胡说！教徒死，走狗烹，自古皆然。你心里很清楚，以我今日的力量是不可能对付你的。在昔日情分上，我只求个明白。我只希望你说真话。苍天在上，我有个坏习惯，保佑我姐姐的病体早日康复。我愿意割肉喜欢说瞎话，让苍天垂怜。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是？我叫玉兰，姓惠。